那这把这种啊，其实你抓谁都不好抓，我坦白讲。抓谁都不好抓，所以这把我主要追的是前锋。这可以看到，我遇到的很差，就球色各种跑点，我自己都没有耳鸣。然后看到了，一个大船不要去抓，抓不到。然后另外一个在底下应该是舞女吧，也不好抓，再来抓前锋。然后这要怎么抓前锋呢？一定是甩钩。甩钩，等他交球之后再钩，这就是甩钩。他只要舍球，就一定会被钩到。然后这一他也在舍，那钩子好可以直接钩。其实刚刚这里好像可以打跳楼刀，只不过没有尝试。好，他们三个人的位置我大概都知道了。看一下，舞女要修机，然后佣兵要来救，这直接勾直接打，然后直接跑回去就好。那这一台失败了，救不到。前锋只要过半，我可以继续追啊，继续往前追。然后这个弓没有判定到，比较可惜。然后这个发育和先踩掉，然后直接出钩。然后前锋上挂飞，这把 PG 就有了。这里的话，右臂这台修的多啦，我回去守舞女，就守舞前锋这台一采集。被勾到之后没有挥到，然后下来了，这我没什么办法。C 台啊，这一定要往回挂，一定是守幽闭在这一台。其实打得好的话，其实把 PG 几率比较大。这个幽兵他怎么不去接调下那一台？他如果去接调下那一台，要调下压过来的话，会比较麻烦。不过他是选择修这一台，那就是给机会了。这本身先踩，这也可以勾一下调枪。可以不用理他，然后追屋子，然后这里我不确定这个机子压好了没有，可以看一下，先把舞女逼离之后，我来搞一下这个调香，来个勾，好，他是这里直接追舞女，
抽到打一刀，七十四还没压好，我估计差一点点。如果这里机子压好的话也没关系，因为他们两个都在那台机啊。然后这里船的话先不要交，压过来，这里勾到之后，哦，这样子打，不要把它往后打，不要往前打。你往前打的话，它有可能救得到。然后打到这里基本上就结束了。